爱你孤身走暗巷，漏漏最爱你马不停蹄回家的模样，爱你哦。哦，好甜蜜啊。嗯，兔铁亮来。他写给我的。对呀。啊，他有一点好，就特别顾家，就不管去哪里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就一定要最好当天，然后是最快的那种。啊，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很偏僻就录不好的地方录节目，当天他死活要回来。回来了之后呢，我那好朋友大佐就跟我说，他说你老公太疯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们录那个节目，他在一个山区里面，我一看那个时间，我们只有可能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嗯，然后必须要坐汽车，然后我们会找一个最近的高铁站，去到泸州赶上那班飞机。怎么加快呢？就是司机开车，我看着导航那个放到最大的时候，我说师傅前面有90度的急转弯，你注意减速。然后我说好，师傅你放心，前面有个是个缓弯，你不用减速。半个小时我们到了高铁站，赶上那班高铁，然后再赶上那个飞机，回到了北京。这是跑越野赛的方式。对，我属于是领航员的这样的方式。大佐呢就在后面坐着。但是我就很想问，到底是什么事情促使你这么归心似箭呢？就是你就想回家，就是温暖的家呀。对，就想早一点回家，因为晚上回去有的时候还能赶上孩子睡觉，就可以陪一下孩子。因为第二天我回去他又上学去了嘛。那如果是说那会儿事儿多的时候，你可能就第二天又出去了，你就没赶上嘛。不想错过他们每一天的成长，是不是？对，从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，我就特别想回去陪他睡觉，能早就想回去再跟家人吃顿饭，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亲情感就让人很放松。其实我觉得家的感觉就像一种爱似的，你不经意间你就会想去做这件事情。就跟他在一起没有赶不上的飞机，就他会很多这样的一种方法。兔老公，哎，虽然谈恋爱的时候3天才能联系上，但结婚后你能3秒就有回应，谢谢老公给我的安全感。文文，这就虽然谈恋爱的时候3天才能联系上，为什么？我们两个刚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回台北了，然后呢我给他发微信，我就说你在干嘛，然后不回我。过了很久我又问他，他还不回我。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心里就在纠结，很煎熬。对，很纠结。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，如果你不方便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哦，已经发阵了。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没有不方便，说我手机没在身边看不到。我当时心想啊，这么久不在身边，我就是不在乎我。对。后来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跟他平时在一起他真的手机就扔得好远，就做自己的事情，他就真的不看手机。反正为我改变很多。然后就是去哪里都报备，老婆我跟谁吃饭了啊，老婆我现在都有谁谁谁，都有几个人啊。然后老婆我到家了啊，上床了，反正现在就是充分的给我安全感的一个人。在第一站里面最后的终极任务是全民跳操，因为当你真的开始运动之后，你会了这些东西，你发现分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，而你更容易在这个当中看到自己还有哪边要更好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全民健身操，这个叫做爱的主打歌。准备，耶，扭起来，左右左右，六七走，两只手。还有下上，屁
加油！面对面，举腿，碰脚，一二三四，我要一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全民跳操对我来讲，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使命跟价值。你除了自己可以变得更健康、更快乐，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分享给别人，你看到别人也很快乐，它会刺激你，也影响你，让你坚持下来，更想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次的终极任务，能够开始分享给大众，也把健身操带动全民一起动起来。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所看到的，体验我所体验到的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运动 vlog。哇 ，OOTD！ 虽然离开训练营已经有好几天了，对，就像没去过一样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这是家庭作业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虽然离开训练营已经有好几天了，我们依然保持运动。我们准备去跑步啦！哎哎，干啥？跳操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干嘛呢？五六七，走！我怎么觉得同手同脚了？刘教练，太棒了！摆 pose， 来吧，大家一起跳起来吧！哇，好默契啊，你们！今天他突袭我，我觉得我得吐回来。这都半夜十二点了，你看，这个人还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吃汉堡吗？垮掉！看这个，我是室友，会把你吃掉的。他哪儿了？刘教练，他忘了。亲子时间，也不放过。正式的跳到了广场上，为了跳操也是拼了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今天要带大家的新操就是海鱼链。我先把各位教一下，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说他扭腰转身是一个全身性的，所以他要全身扭，可以吗？各位，完全没问题。来，走。对对，很好，好，这个动作它就可以帮你改善圆肩驼背，加强你背部的肌群。过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，这个膝盖不往这里走，这个膝盖就我过来的时候，我是顶到这里。下雨了。啊，下雨了。下雨。可是有太阳啊。你看，跳海芋链。雨来了，依偎跳是萧敬腾，依偎跳是萧敬腾啊啊啊！哦，真的吗？是萧敬腾的歌。雨神来了。啊！您八号呼唤来了，完了，我们去捧你吧。走走走走走，转移阵地，